租业，你是什么身份也配坐在我们旁边？赶紧离开。文少北，祖母亲口吩咐让我姐夫参加寿宴，你要是不服，当面和祖母说去。令雪，人遇事或可风平浪静，但那是无可奈何的情况，没道理人在屋檐下却还来毁谤主人的。苏公子，皇兄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快随我入席说话。苏兄，我能否坐在这里啊？今日你是客人，而我不是主人，你随意就好。李氏族长李天寒携子李慕云前来贺寿。他怎么又来了？